精神很好，气色很好，这不干吗？你们都是友好使者，做了很多的工作。他一起八五年的事情，当时就住在你们的房间里。Why stay in your room？ 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你们做出了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事情。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，正是善意友好的涓滴汇流，让宽广太平洋不再是天堑，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，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。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，就不会再被关上。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一经开启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，一定能够历尽风雨。